来了，回来喽！哎、yeah. ，那个这一趴要玩游戏，玩游戏，玩，来喝一杯吧。我们现在玩的游戏叫 Need for Drink， Drink 是夫妻争吵游戏。它这一款游戏很特别，它是说那个什么这一款游戏是两个实况组、然后在网络上认识结婚了、然后后来才发现老公会酗酒，然后老婆就要去把他的酒杯通通都砸烂，就是去把他的酒砸烂。Oh.然后那个老公就要拼命的喝酒，然后老公喝八杯，老婆砸十杯就可以了。看谁先，你看你是先喝八杯还是你先砸十杯，哦、谁就赢了。所以这是用真实故事改编的游戏。我不知道是不是作者是不是真实故事，不知道。通常会选择、这个，通常在这个上面选的这种游戏都是跟选择游戏人有很大的关系。我们这时候要全部看向受难的外面有没有？对，来了，所以我们就派出我们的老婆。哦、oh, ，什么我们的老婆？我们的老婆，我们的老婆。不要乱 Q， 不要乱 Q， 不要趁机，不要乱 Q。我们的女生当那个砸酒瓶的 OK 任务。好，随机的，随机的、oh, 欸，所以你也有可能当我们的老公。所以这个是这台正在连线了、你只要按开始就可以了。好 ，OK， 那你都已经连线了，那我就按 Start 咯。Start 按 A， 按 A 嘛 ？A 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们按了没？提交吗？都选了、选了，快选！没有，男的，要按开始 对？我的人，可能是他这是不是也要转一圈的那一个？这个他的手把，他有亮。那你现在是他是房间？哦，是他控制了。好了。哦。五年后。Five years later， 直接跳到五年后了。就是你们结婚过了五年，发现老公都在酗酒、等待你们要等待五年后也太久了吧？要等待三分钟，也太久了。发现老公五年后在酗酒，有没有？睡了五年后，电影已经睡着了，这个太夸张了吧？再多久？三分钟，我们还有哎、真的哎，这太久了，太久了，来了，来有了，有哎、好丑啊！我是老公，是老公，我刚好是女生哎、赶快去找酒喝，赶快去找酒喝，酒在哪？赶快找酒喝、我要拿酒在哪？金房子，金房子，看到就砸，怎么喝？那里有一罐，哪里？砸了哪里？游泳池那里，左边地板，哦，看到了，左边地板，对，砸酒，快点砸，按哪一颗？按哪一颗？砸吗？你对他会有标示，你没有对到，对到，对过去一点，好了，哦，靠，超难对的啦，哦 ，X。哎呦，对，我喝了，我喝了，有了，砸了一个了，我喝了，嘿，他喝到一瓶了，我喝一瓶了，嘿，来，哪有酒给我拿出来？这里只有卫生纸啊，来，要进家里了，这个门一定要进去，赶快来给我20杯下，来，哎，这农药是，农药不能喝，喝农药会死，哎，酒，他哪里？想骗我？哎，那里是不是那一杯？这是酒吗？我看起来不在墙壁那一瓶，对。哎、欸，这超难控制哦，我很难对准它。好了，两罐了，那个墙壁那一个是不是？这超难对准的。这个是花瓶吗？这类比摇杆超难对。这个如果是滑鼠，我觉得应该比较强一点。对，这类比超难对。这不行啊，可是刚刚有出现的哦，柜子里面、不是的哦，没有。哎、欸，天啊，这那另外一边类比好难对哦。我要喝喝不到了。这方面这个不是吗？拎没丢，有没有那边？我拎没丢啦。那罐是不是？超难对，超难。超难对，他们看，这里面不送。我到底喝一瓶酒要花多少？毒药！我对那么久，我对那么久，给我毒药。我们只有砸而已。你这小杂货虫啊！你这小杂货虫啊！看起来超可怕！干什么啦？看起来超可怕！干嘛啦？谁要给你结婚？里面有！为什么你要这边刺青？看起来超老婆，看起来超可怕的。我是跟鬼在交往，是不是？哎，叫！快砸，快砸！我看不到，我被你的屁股挡住了。你们说老婆看起来超可怕，你也不想想你们到底怎么样？我要怎么站起来？我现在在B，我要去二楼了啊，宝贝查理啊。刚刚你按到 B 了吧？哎呦，我按到了。什么按到 B？ 讲话讲清楚一点了哈。我按到 B 了啦。什么按到 B 啦？不要乱讲。脑宫画面。这是酒吗？这是花瓶吗？那花瓶啊，这是花瓶是？对啊。哦，来，冰箱竟然没有酒哎，那个是什么？我跟你讲，哎，那个是不是酒啊？左边那个，那个是桌子上那个小罐的。快点跟着他，他们在哪里？这好像 whisky 的感觉。对啊，他们在哪？抽屉跟柜子都可以开。这个柜子打开看看。哎，没酒哈。男生
这个不是他不让我选。东西先吃东西才能喝酒。啊！先吃东西。所以你请问东西呢？这个也不是。我下面黄色那一条。饱腹感吗？对对对对对。下面黄色。我下面那个是酒吗？这是看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我现在很饱啊。啊，这是毒药。下面那罐是不是？不是花瓶。哎、欸，这酒不会就是拉多一点啊？这下面呢？下面下面。他设定的时候可以让酒瓶多一点。酒瓶多一点，我们就砸得快啦。哎、欸，有道理。对啊，这很难对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很难对。他跳有音效，你要不要直接用这个？哎、欸，对啊，你要不要直接用这个？哎、啊，黄鼠啊！黄鼠比较快啊，我们上楼上楼看看好不好？哎呦，我看到一瓶哦。哎呦，这个厉害、哦！快点快点快点，他们要喝东西了。藏在这边，这是吧？这是吃的吧？这是吃的吗？我现在饱足100，藏在哪里啊？这里他们好像来过。听起来太黏了。这里他们来过了吗？对，我看过，看到那个抽屉有拉开来的感觉。为什么要鼻音？我们有婴儿房哎、欸。哎呦。这个是什么、啊？里面有，里面有，地上有那一罐。我擦，我擦，我擦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蹲下来，蹲下来，按 B。哎、欸，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你们干嘛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你们干嘛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想弄？哎呦，我已经喝，我喝很饱了、哦。我打醉拳、哦。我今天四罐。我打醉拳，我跟你讲。哎呦，他们在哪里呀、啊？老公老婆的战争，哎、欸。这是什么？他们在这，他们在这，扁他啦，扁他啦！干嘛干嘛？夹他！干嘛？夹他！夹他！哎哎哎！是恐怖片了，一回来，恐怖片，超恐怖的啦！你也不看看你们是什么脸，你们不是你蹲下，你背对我们，你背对我们，赶快赶快，你背对我们，然后蹲下，你看你看镜头，你看你自己多恐怖，背对我们，背对我们，你们转过去，转过去，你转过去。弟弟，我看到内脏哎！弟弟，你转过去，你转过去。我转啦、啊！超可怕，超可怕的！完全不能生地模组，好恐怖、啊！对啊，超恐怖的啊！我们换一间，换一间，换一间。做噩梦哎、欸！他在剪，他遗留什么？遗留了一个是什么？你要躲在这哦，你要吓他哦。什么东西啊？不准吓我、欸！你是不是开始有点酒醉、啊？对、啊，我因为没办法控制自己。他在干嘛？他要你是吓到吗？哎、欸，好性感，有点性感的感觉。好，不逼你。Stop drinking! I'm talking to you. Stop. 我们叫你不要喝、欸，哎 ，Shut the fuck up！ 别再喝了 ，Shut the fuck up！ Stop drinking！ 我要喝沐浴露。哎、欸，这边他们都翻过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很鸡耶、欸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他们翻的好仔细哦。美味的狗食。我操！你还吃狗食？哎、欸，我觉得，哎、欸，那里面那个是不是？我操！那个还是沐浴乳，感觉我跟你讲，外面感觉可以砸吧？我不要这边跟你浪费时间，我要去外面。我不要跟你浪费下面柜子，你就直接讲说，我不要跟你浪费时间，我要跟你离婚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不是狗食，等他们吃的。还有那個建筑物里面可能有，垃圾桶会不会来？哎、欸，那是小黄瓜，没有不能开。好，走走。所以这里有沒有哎呦哎呦哎呦哎哎哎哎哎，这个他跑去哪里了？这个柜子打开了没？也没有，没有。出门会不会有？好，我们哎呦这里有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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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找到了，不好意思哦，老婆不好意思，我赶快出去，我赶快出去。老婆我先喝了啊，靠他在那边。哎，这边还有个小，我要尾随他。哎，这什么家啊？这谁的家长这样？你怎么还可以爬到屋顶上哦？哎，对，你们为什么可以爬屋顶上？可以跳对面。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在晃？因为你酒醉了、啊，酒醉你已经喝了，哎、你喝了、哎啊啊，我觉得、啊、那一罐，你那是砸碎一块。我们现在看的游戏哦，不是叫 Need for Drink， 是裴维跟志伟的未来哈。对啊，不要再酗酒了，还好我不喝酒，砸掉了，砸掉了，在你面前砸掉了，嘿嘿，爽。那一罐，那一罐，那一罐。再砸，再砸，再砸！哎、欸欸，快点来，这边有一瓶给你们。这边有一瓶，这瓶，这瓶，赶快来啊！我拿不到，拿不到，好难拿哦，很难。对，我们可以直接跳下去。哎呦，不行，我喝了，我喝了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喝了。打哥了，打哥，很厉害，哎，好猛！老婆穿着高跟鞋就这样跳下来，哎，还有哪边？我觉得这边一定有，这边应该有东西。那个椅子上是不是有？哎、欸，你好厉害哦！地上还有一瓶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进不去？你们喝多少农药？这毒药，这毒药、啊，这毒药！你们喝多少农药会死啊？应该喝一瓶就死了吧？哎、欸，他们找到一瓶了，好难对哦。没关系，哎、欸，这不是哎、欸，这可以吧？可以，欸、可以，这可以。哇！哎哎按按按按按！一个类比遥感的智障哎、欸啊，对啊，类比遥感。我就觉得有的人会用类比遥感玩那个射击游戏，我觉得超猛的。
我之前全境封锁是用类比，超难。那你怎么还不会对？就是你啊，对，这个有没有？他都是呛人于无形。对啊，你怎么不会？对啊，不是都玩了很久？加糖蜂蜜可以，这可以。我没有听到他吃。这不行，这不行，这不行。这都不行。蜂蜜为什么吃起来是烤？就是你们刚刚那个在椅子下的有没有拿到？现在毒药会怎样？对啊，你喝。你想害想害我啊？真的假的？肿一肿啊！你在骗我了？我刚刚是在吐的意思吗？我吐了，我吐了。他们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怎么这个椅子下面是不是有啊？把门关起来进去。那一罐，这个也太……这里不是有一罐？哎哎哎哎！那一罐他好像刚刚兑了很久，这是毒药吗？对不起啊，喝了哦，我喝了，喝了，我要喝了哦。いただきます。对不到，他不要喝毒药，对不到。哎，兑到了，兑到了。嗨，有，走走，我们七瓶了，这还算？哎。哎、欸，毒药也是哎、欸，哈！什么、啊？我天哪！哎、欸，或上去砸那一罐毒药，好，上去砸那。冲啊！毒药也算、啊，毒药也算哦。我们以为毒药不能喝哎、欸，原来也是。对啊，害我刚刚错过了好几瓶。因为它只是包装的。哎、欸，要藏在这里，看到了。哎、欸，你这个小桃皮啊，小调皮藏在这边啊。还剩一瓶，赶紧喝刚刚那个毒药，赶紧，柜子里面还有一罐。哪里？那你快点，回去。刚刚的储藏柜，储藏柜里面，左边，右边，这边里面，不是，快来，哎，机车，左边，再左边，快点，走进去，地上，右边，这边，快，呀！缺德！我为什么？我为什么呈现这种十分？而且你的老婆不是在看你，超可怕的。他只要八瓶就赢了。对啊，因为他们要找东西吃啊，他们要找东西吃。哇靠！五年后，又五年后，又一个五年了。所以怎样？所以还不离婚啊？给他玩一下。又一个五年了，老公。换我吗？换我？换你啊！嗯。好恐怖！我还是老婆啊！我们还是老婆。他们八瓶就赢了，我们要十瓶。这老婆到底吃什么？我可不可以直接把老婆打死？哎呀，他的……哎，那个酒，他的tattoo刺到失败。可不可以把他那个零食拿出来？我很想把他的零食烧掉哎！所以他位置应该摆不对。对啊，跟上一个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我可以跳，跳进去不是？你要跳，而且要。好像一个地方只会藏一罐，对不对？不知道哎、欸，哎、欸、有，可以喝了。嗯，我们现在领先两瓶。还可以跳哎、欸，我天哪、啊，好神哦、喔！对，这边应该有吧？有，这里啊，这个是吧？有，是，这个还这么高，还拿不到。那个门都可以打开了。手感呢？手感呢？有喽。哇，他们在房间里面扫哎、欸！怎么找人迅速哦？我们现在要把那个外面扫一下。不许！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进度是三瓶、欸。这个好难走啊！你刚才怎么这么顺的走上来呢？转弯！你刚才怎么这么顺的走上来？我觉得走的好痛苦哦。他们还可以跳，帮我们跳。哦，一罐多罐，这是药酒吧？这有一罐。哎、欸、有，修大罐了。哎呦！砸！哦，吃的吃的，我怎么动不了？门卡，你喝醉了，喝醉了。饼干 ，cookie， 哎，巧克力，跳下去，巧克力。另外一面好像有，哇，这个是哎罐头，哎，没有，哎，这罐是吗？超难对，加40。哎，为什么旁边有罐头不吃？那罐头是吃的，因为我们砸五瓶了。砸五瓶了，的哇，这里好多哦！这里好多啊，好多哦！耶、yeah, ，我们要赢了！我看一下他们在哪里。哎、欸，他们在一楼。好、欸，他们在一楼，他把我们瓶都砸，他把我们酒都砸完了。我们是七瓶了。我们七瓶了，这个能不能砸？不行，那是罐头。罐头。奇怪，为什么吃狗粮吧？为什么厨房跟我们长不一样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在外面啊。哎、欸，在外面呐、啊！走啊！外面我们都砸完了啦！砸完了啦！交换。对。对，人真好。经过了，我们要回房间喽，交换。我觉得他们一定还没有，有的还没有收手套。顶哦，对，他们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柜子可以打开啊？哎，那个外面的我已经砸完了啊！醉酒老公回房间喽。
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？对啊，外面的我都砸完了啦，醉酒老公。等一下你砸我酒，我就砸你。你说真的砸吗？真的砸，现场就直接砸他。对 ，OK， 我就把滴滴抬起来砸球。好恐怖，好想看哦，好想看哦，我也蛮想看的。好恐怖，你自己被砸，你自己想看。不要出来，不要出来。好恐怖，老婆。对啊，有这个老婆，两天就离婚。拜托，你也不想想你秃头驼背。我真的秃头驼背啊。对啊，你长得也不是很可口。对啊。哎，地板。欸、他们在我房间。耶、yeah, ，我们九瓶呢、欸？太猛了吧！九瓶呢？为什么我找不到、啊？秋风好猛哦、喔！对啊，你是不是都知道大家的酒都藏哪？我专业砸酒瓶呢、欸欸。桌上这个不是吧？是啊，那我们还跟我们讲话啦。还跟我们讲话嘞？这不是有？哎、欸，黄瓜？不是啊，那袜子啊。哦、欸，没啊。这里好像都没有。哎、欸，黄瓜。没啊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刚才没太多黄瓜、啊，老婆是怎样？哎，走不过去。哎，不要开玩笑。哎，这里哦，狗粮而已，吃你的狗粮吧。二楼有没有去过？二楼我刚刚上去过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只有个神经病老婆。一定是你没有走。这个门没开过。哇！我们要赢了！赢几次？再多等你一罐。斩念那个啦！斩念！另外一个，这款游戏还蛮好笑的。好啊，它还有另外一种模式，就是我们去找东西的模式，看谁找到的比较多。哦，你那一条，哎，这个好刺激哦。然后去退出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可是老婆模组好恐怖。欸、老公模组没有好到哪里去，真的。老公模组也跳出去，跳出去。Do you care about anything？ 那老公你很有钱，跳屁呀、啊！哎、欸，等你跳好了，我切到麦克风。你跳河啦！哎、欸，我可以游泳哎、欸。这款游戏还蛮好玩的。嗯，它是可以25块而已。这个要25块，是一个实践特价吧？现在夏至特卖，这样听起来太难过了吧 ？Tina 已与你分手，对啊，玲玲和你分手。我们现在可以玩另外一个模式，他们是互相找东西，看谁先找到比较多，谁就赢了。哦，来来，它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离婚模式，有没有？要找到什么？好悲观的游戏啊！对啊，模式。博士二找物品，总共有11样物品，先找到6样的人获胜。六样啊，都 OK 啊，我找。有啊，我们这边好了。离婚模式不错，离婚模式是干嘛？哎、欸，你们真的秃头哎、欸，那个男的真的秃头啊！我觉得现在这个游戏、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游戏已经做到没梗了，现在连离婚都可以模拟。对啊。真的、欸，你如果想要先结婚的话，就先模拟离婚。先模拟离婚。对，你就不会想要离婚了。好，好了，创建一个大厅了。我不能把我的老公的样子换掉吗？我们想换老婆。他还可以挑战回合数。喂喂喂喂，我们听到了。游戏中的老婆。5分钟就好了。项目许多一些，稍多。哦，还是说找的吗？找的项目。自动身体互换。什么鬼、啊？身体互换听起来，哎、欸，这个蛮有趣的。自动身体互换，就是我有可能是老公，有可能是老婆。哦、oh. ，好了，我要开始喽。嗨，来，你要玩吗？老婆，请。又是5年后了，他就是永远都设定。啊，我还不知道我要找什么、欸。对、啊，要找什么、啊？对，要找什么？离婚模式，进去就知道了。这是离婚模式啊。对，先等3分钟，等3分钟就可以离婚了。OK。好，开始找，有了，天哪，找这个内衣、手提包、牛仔裤、平底锅，你家怎么会有武士刀啊？还有虚拟 VR 装置，哎，我天哪！时间内找到越多人，真的假的？帮我，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刚刚好像有一个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他一定会开二，先去看，有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东西？内衣、平底锅这里有吗？平底锅，平底锅，梳子、茶壶这里有没有茶壶？哎、欸，吉他，啊 ，shit， 喵，我的吉他。凄凉耶！再近一点。哎，遥控器是不是应该在？不是你再近一点，是不是你再近一点？说哪一个？说他近一点的。他只讲清楚。电视遥控器。哎呀，我拿了，我拿一样了啊！你们小心了啊！准备通败仗了。机车哎。小调皮啊！嗯，进去是真的好吗？我怎么蹲下来走路呢？好难走，好难走啊！这里没查。怎么站起来啊？
哎、欸，啊站起来了！摇杆有那个哦，这里茶壶在里面，对，书吧，拿茶壶，有书吧？没有书，哦、没有书，没有书，没有书。我要先看这选单，没有书。哎，打开一下，好，有一个了。还有什么？还，哎、欸，还有，你看一下桌子上，内裤，内裤，内裤在老婆身上吧？内裤，你也可以脱自己的，可以脱自己。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纸道看一下，它纸道好像会写。对对对，道很难。这里有没有东西？警告，这不是你的道具，不能拿。我们先去找。他们的道具和我们的道具还不一样哎。这是武士刀吗？哎，对对对。可是这不是我的道具。去找他们，他们那边有武士刀。烤面包机，烤面包机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，不要，这个是不是我们的？烤面包机，烤面包机，烤面包机得不到。啊！我跟你们完蛋了啦！你们真的完蛋了。哎，那个可以拿吧？可以拿，可以拿。下面那个袋子是不是我们的？啊，不行，不是我们的，不是我们的。关门关门，我们就走。把它关起来，把它关起来。来来来，都没有卡住我嘞，关起来。够想够想。后面那个有我们。后面我们要找牛仔裤。你好像那种手提包，台数很后面的人在播报。来来来，够想，够想。我们上二楼，我们上二楼，我们上台数很后面。二楼一定有内衣嘛？八十几台后面。欢迎收看辣妹。啊，武士刀，武术刀，我来。Kill Kill。这个是我们的耳机，是不是我们的？哎，来来，也不是，耳机是我们的，相机是不是我们的？耳机在哪？有，一定有。他那个藏在一个缝隙里面，他藏缝隙里面，他那个藏在缝隙里面，哎，有剪刀吧？桌上那个是不是？哪里哪里？桌上这个，你找几样啊？这卫生纸找两样啊，小飞。哎，你看站上面就好了，干嘛看这里啊？看上面就好了，看自己的荧幕啦。对不起对不起，看自己的荧幕啦。我怎么走路开始怪怪的？没看到。哎呀！有什么有什么？耳机是我。哎，帽子帽子帽子，雨伞、滑板，这是耳机啊。也是牛仔裤，这哪里像帽子啊？这个然后立起来，赶快拿耳机。牛仔裤，牛仔裤。OK， 跟你讲啦，我输的。帽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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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那不是帽子，这是书。我看什么都像帽子。我靠，不是他，不是我的。找一堆不是我的东西。对啊，我们找到不是自己的已经四项了、欸。真的、啊？那我们只要跟着他走就好了。你就找不到你的未来啊！找不到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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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的哎、欸，好惨哦、喔！你这小泼妇啊！小泼妇想干嘛？走开啊！哎、欸，这是我们的手提包。啊，穿高跟鞋干嘛？啊，好，继续里面。这个特别亮，这個、应该是我们的。有什么？有什么？这个有、欸？不是吧？这只是纸。笔记型电脑是我们的。哎，我看到有对应，还有什么？地上那个柜子，柜子看一下。哎呀，哎，我穿过你身体了，那个是不是我们的？哎，我们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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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啊，再见。那个猎枪是不是我们的？我刚按插进行交互。我刚才从背后看到的眼珠，哎，那把猎枪是不是我们的？不是，哎，可恶，超恐怖的，你为什么回头看？哎，猎枪是我们的，旁边那个步枪，步枪 ，VR 装置是我们的，有。我刚才看到从背后看到的眼珠。哎，走开啦！哦哦哦哦哦哦哦！好恐怖！你再一次，你们两个先不要动，你去看，你再走进去一次，然后你们来看我的画面，你们来看我的画面。魔鬼藏在细节里。好恶心啊！而且他的眼球还是背对的。那是什么？这个游戏的经典就在这里。好扯哦！你们在照 X 光哦？我已经看到眼珠了。我们要找牛仔裤啊！怎么这么大件的牛仔裤找不到？你要脱裤子？这个是吗？不是。好了好了，上面到底要找多久？哎，这有来过了，应该没有。右边你没进去过。对。梳子、雨伞，还有什么？梳子、雨伞。哎，帽子，帽子，真的是帽子。十个。电视控制器。我把它算了。滑板。时间到。拜。耶！啊！应该赶快出去外面找、欸。这很崩溃。第一局哎、欸，这要玩五局哎、欸，这要玩五局哦、喔。我们再直接离婚，直接离 婚。五年后啊，你们谁要玩？五分钟了，你可以来找一下。这真的很难找，这真的很难。对啊。另外一个抢分的模式会比较快。啊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我们再玩一次。时间内找到对吧？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这个开始了。内裤、步枪。哎、欸，你怎么跑这么快啊？内裤到底在哪里啊？内衣刚刚我们也找不到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怎样？雨伞。这什么鬼怪？是走了。它风设定错。内裤、步枪、曲棍、球杆、电锯、武士刀。电锯他们，电锯他们。嘘，不要告诉他们。这是 VR 装置，是我们的。对对对对对，有。我是不是笔记型电脑我们的？我已经找电锯了。算，我会跟你讲在哪里的。好好好，等一下我就去啊！我知道你在外面哦，乖哦。我在外面啊，好好。乖哦。我不会跟你说电锯在外面对吧？
哎、欸，他们是老婆哎、欸。看你不是我同事。哎、欸，你变老婆了？对啊。你们什么时候变成这种鞋子是不是？跳起来好丑、喔，好夸张哦。哎，平底锅。收音机。这个可以。这是什么？那个是烤面包机。我可不可以直接拿我刚拿到的东西，直接把我老公打爆？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个不能拿吗？来研究老公的身体。不行吗？啊。无线电好像只是开音乐而已、嗯。老公又没有眼珠。对啊，老公是白目哎。老公没眼珠。不要跑啊！我跟着你。他很爱藏在柜子里面。对啊。對老公你好烦啊！老公不要夹死你啊！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有办法互动。老公好烦。没有我們的，没看到。那这个是不是我们的？遥控器吗？是什么？那个绝对不是我们的。我们要找啊！电视遥控器是我们的。对啊，对啊，电视遥控器，好，什么东西都没有。武士刀，武士刀是我们的吗？对，武士刀是我们的。那我们刚刚有看到吗？哎、欸，他没有放在原位。没有。换一掌又换位置了。换位置。没看到。你走上去了。耳机。对，他走上去了。那耳屎。耳机，看看。哎、欸，我们跟着来了。不是啊。谢谢。欸、这好难拿哦、喔。耳机，这个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吧？耳机不是你们的，不是我们的，那也不是我们的，那是谁的？耳机是我们的啦 ，Tina 的啦。不要告诉他。这个走开啦！哎、欸，这个也不是我们的，这屁股很大哎、欸，这个是我们的。哎、欸，恭喜！打印机。鞋子，不要跟他讲，我们赶快走出去。好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闹钟，我们有闹钟哎，闹钟有在这吗？刚刚那个闹钟吗？哎、欸，这个吗？这个是闹钟吗？不是，这个游戏真的是躁郁症发作、欸。帽子、欸，我一直以为是哎、欸。包，超像闹钟的、欸。手提包，这个。这个有，我们找三样了。找五样了，差太多了吧？对啊，不行，我们不要跟他讲。加快速度。这里有东西吗？那个位呢？柜子，看，没有。到底除臭剂长什么样子？对啊，除臭剂到底長？发现玩不好是因为是生活白痴，不知道那个是什么。到底怎么样去看到？看到了也不知道。对啊，瓶瓶罐罐也太多了。你们家会这样子，东西那么多，会离婚正常啊？这里有什么吗？老公好贵。这里有什么？内衣在这哦。内衣在哪？这里啊。欸、在桌上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提醒他们了。谢谢你。你为什么看我的内衣啊？我看到内衣有比较兴奋一点。你不要卡我啦！死胖子，走开！走开，拿不起来，对不对？很难退啦。我们自己找不到自己的内裤啊。看往自己的下体看可以吗？这个是不是我们的？蹲下，开那个柜子。开这个，这是刚来过的吗？没有，刚没来过。打不开、欸。嗯，除臭剂会不会在储藏室？没有，还是那個？我楼下去。奇怪，我看着看着头有点晕啊。对啊，三D 本来不会三D 晕，想吐。猎枪是我们的吧？对。猎枪，看一下，我去看一下他们有没有什么。好。没有，没东西，我们要走了，那去外面。他们下一楼。走，我们去外面。好，我们去外面。他们去外面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三十秒，还有三十秒。一个间谍在这边。还有三十秒。好，可以的。欸、他们对面小屋啦，对面小屋刚才藏很多东西。好，对面小屋有什么？哦，武士刀，帅。这是什么？这什么都不是。知道哎、欸。绿瓶。我们插什么驱棍球杆电锯？可以开。电锯。这边一定有帽子闹钟。都没看到东西啊！干你胖子，走开呀、啊！你干嘛？原来你在我旁边哦、喔！走开呀、啊！你自己要跟我挤的。找电锯！哎、啊欸，我赢了！七比五！哇、哦，好难哦、喔！眼睛好累，好累哦！好累哦！好累哦！为什么这比我打比赛还累的感觉？对、啊，而且眼睛好酸哦、喔欸！对啊。他们要离婚了，所以要找东西，我们要分家产。我们现在恭喜我们的阿魂跟我们的 Tina 离婚，耶！恭喜离婚协议达成，而且协议达成哦。而且你们一直嫌老婆很恐怖，老公也很恐怖、啊。老婆，然后我觉得老公纯粹太胖了，就太胖了。老公是胖宅，对，就是个肥宅。
老婆是可以从背后看到他眼珠、欸，真的很可怕、欸。然后还看到牙齿里面，对，是老公，老公是没有眼珠的，老公是老公是没有眼珠的，为什么？这款游戏不错哎、欸，真的蛮好玩的，我觉得蛮好玩的。我觉得很累，我觉得那个砸酒瓶的特别好笑。嗯，砸酒瓶。他现在痴痴的望着你。好了，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粉砖好了。好，从滴滴开始，从滴滴。哎，那先从那个，先从我了。哎，闹够了没？大家呢可以搜寻那个 FB 有闹够了没 ？N O W 闹够了没？以及肖志伟也有粉丝专页，好，可以打。个人也有，个人也是有粉丝专页。然后还有我的 Instagram， 也有。粉丝专业叫做 A F U N N Y W I I， a funny we， OK， 或许如果你找不到我，你也可以 hashtag 自然产生，就可以看到我。哦、oh, ，自然产生，谢谢。哇，阿里嘎多，怎么是？自然产生，来换滴滴，换滴滴。我的那个 F B 粉专下面，没有下面，你的背后还有，你也有 Q R code，、啊、我也有是不是，你也有 Q R code 啊 ，OK。好，这样滴滴，就是、滴滴请帮滴滴跟那个志伟点个赞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后面那个 tag 是本身就在标题上面吗？还是对啊，本身就在标题上面哦、喔嗯，这么酷哦、喔，好厉害哦、喔。嗯，好、啊，那我们就开始要介绍一下你的粉砖。我都这么熟啊，我的粉砖，你的粉砖，好，我的粉砖，好，我的粉砖，闪，哎，为什么用闪的？闪现有没有？好，反正。如果在 Facebook 搜寻二王，然后通常出现第一个就是我了啦，所以台湾没有第二个二王了。卡子二王卡子啊 ，E4 Army Action， 然后旁边有 QR code， 如果有扫的话，就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。那我们粉丝专页上面都会留一些我们比赛讯息，还有我们实况的讯息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我刚刚看到一个影片啊，刚刚不是说志伟某个动作做太，哪个动作？所以肚子会是什么肌肉？哦，对，下盘啊，下盘做太多。要来看一下影片。哦，这个真的很难。我们来看一下影片。哎、欸，我那时候看这个影片，我真的去做好累哦、喔。导播可以切画面吗？下腹。怎么会做这种？导播帮我切一下电脑画面哦、喔。来了，来。对啊，这就是下。哎、欸，这好累哦、喔。下腹啊，好累哦、喔，很累、欸。你的身材，哎、欸，你的脸已经红成这样了、欸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的身材好像那种非洲难民，屁耶、欸，就上身比较瘦，然后肚子超大。我以前更夸张。我天哪，你闪到腰了。对嘛，所以我没有讲错啊。节目其实那节目效果，那不是事实。等一下，我们停在这个画面。好，谢谢。笑成这样，你来做，那很难，好不好？我看你的脸整个都红、欸。我们以后不要叫，我知道做了。没有，我们以后不要叫哇臭鲷鱼，要改名了。以后要叫欧拉暴怒鱼之类的。你们都超怒的。我先，我们感谢一下干爹哦、喔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晚安，谢谢导播宏志，谢谢导播燕翔，谢谢燕翔，还有我们那个阿辉，谢谢神兽，感谢干爹。謝謝神兽，还有雷蛇，谢谢。然后我们拿到这一台的是那个六月份斗内冠军是逢门中人，感谢你的斗内，谢谢。这一台小编就会寄到你家哦。好，谢谢。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啦，下次再会 ，See you next。每个礼拜四7点到10点再见，拜拜。需要签名照私讯小编啊，还来寄给你哦，也可以面交啊。